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是因为汤唯找我，本来我们俩之前就想合作，所以这一次您说吧，其实是我找的。当我第一次看到照片，我就觉得呀，感觉真好。俺拜托你。打电话以后，我就觉得，那就应该合作一下吧。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我不会放下你不管，还有我的。华夏国吧。Mark 是一个华人，偏内敛的人，很被动的就卷入了一些事情里。你去党内吹哨人，说出真相。这角色实际上那种幽默感，那种愣劲儿，反正他一做那个角色就全都对。扮演这个角色两个词，一个是恐惧，我觉得我每天都像是坐在火山口一样，还有一个是绝望。汤唯演戏是来真的，都不参假。他们又呛。大家都知道汤唯女神嘛，跟巨星合作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呢？这个东西是一个未知感。救命啊，导演！那也追不上了，追不上了。打你这个头吗？不疼，大家伙。然后现场的话，反正他也逗得大家伙呵呵的乐。小马，我是北郡三一号，我是。好委屈，这么浪漫词儿跟你说的，好委屈。每天早上去跑步，然后去吊威亚，去提前彩排戏里边有的动作戏。我最大的影响，累了，老睡，就这样瘫了，一扎阴瘫，把我笑坏了。不行了，累了，累的不行了。他跟周文是交织在一起的。这边，你差点杀了我们。到最后也仍然是爱这个男人，欣赏这个男人。You can keep her。我和黎嘉映一块合作演出，那这个第一回啊，多好呀！他就是电影应该有的样子。